啊，呢度系唐人街嘅乜街嘅病毒检测站，喺中华公所旁边啊。咁咧，中华公所呢度咧系疫苗登记啊，原来。啊，呢度疫苗登记嘅，啲人排队啊。我排隊是疫苗登記，不是檢測。哦，排幾多人喎？婆婆，佢到幾時開始登記啊？我下午啊。係三星期三。哦，星期三同星期四。嗯，今日星期四啦。哦，系呢两日啫，哦，所以排咁多人。Okay, 哦，差唔多开始咯。嗯。哇，啊，你咁好嘢嘅，排前头嘅。多咗噶哦。登记啊。哎，大媒體都嚟拍啊！唔知佢咩媒體啊，大機啊，反正嚇。呢度係檢測啫。哦，呢度開始登記啊，登記打疫苗。下午兩點開始，我依家1:45。我唔會同你加紙，因為個個都喺度排緊人。你排咗10個鐘都係咁話，關我事，因為點解咧？佢要按指揮你就排緊。昨天排了10個小時都排不到。打疫苗的要开门吗？有没有时间？没有时间排队，要在那边排队。哦，可以在这边约时间。有，如果不约时间呢，就现在可以排队来登记，登记约时间。有那个验收卡，那个验收的医疗卡。啊，排队唔一定有，因为唔知有几多疫苗。我唔知道，都系登记啫。你填咗表，方便你应该当日交翻俾佢哋。如果你唔交，今日我代表唔到佢答复你哋。你一陣要等等個問嗰啲有關資料嘅人 ，OK？ 我同你一齊啊！你喺後門等我。後門邊個同你一齊去後門啊？我同你行好多啦。而家幾多排隊？幾多人排隊啊？我未有坐過，因為我睇住呢度啲嘢。哦。大概有70個以後嗰啲又唔使你。啊，70個啲內。加上第一，係佢第一。70個。全部都要排隊，等唔到咪下一輪咯，下一輪州政府有。
你腳軟咗係一件事啦，叔，你就算大家做嘢，而家唔係打橫嚟講嘅 ，OK？ 打橫嚟講，你有了解啊？而家解釋你聽就係、是，今日個個喺度排隊。沒有，只有今天全部沒有。现在登记了只有今天 ，OK， 下一天就清楚。哦，今日登記只有四五十個啫，只接受。啊，呢、這個阿姨啊排第一嘅，都未開始輪。我哋五十歲以上，但係咧就排隊今日話得五十幾個額啫。排隊登記，而且今日只接受五十個左右啫。啊！只接受五十個人登記，今日冇啦。星期三、星期四兩日嘅話就。今天最後一天，但是就只接受五十個到啫。但是幾時呢就不知道了。